业手续啊，一接都千几万啊！你原来这么爽啥？你敢不是要回来去中原咯？哎呀，大仔，你真讲呢？是黄连东是叶小天，由这天机鹅甲钓起来，现在要将伊担落水，算是做一个了结嘛。叶小天啊，敢是安尼？哼，钓鱼啊，叶小天啊，你是嫌一支是黄连东无够，想要搁钓一支起来斗？大仔，你三千天骨头的日子要半个月嘛，叶小天一定想要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甲整一下，伫这个所在钓鱼享乐。但半个月后要离开时阵，再将是风铃铛甲弹落去，安尼才要弹一下，又去要钓起来，安尼钓起来弹落去，钓起来弹落去，真麻烦。叶小天，我讲安尼对唔对呢？哼，老师啊！你最近是安怎愈来愈聪明咯？你是吃着什么仙丹妙药嘛？小宝子呢？其实我本来就真聪明咯，只是我的文种怪实力，人讲中开一转，中青一落，这是我叶小玲的赤色之道。只不过最近看你好像江龙在进，头脑越来越不灵光，啊，还是我叶大家好好发挥的时候咯。慢小宝一个妹子都翘起来好么？叶小天既然要钓鱼啊，那咱就在这所在背钓。如果无告急，什么灾情？吴勇官，急急鬼，我无放好，你可以走路。你是好好我辛苦，你不用担心。哼，我不在民用，但希望你唔通对自己太过自信。你剑法虽然技达巅峰，但小天也会缓缓积累。我讲剑气绝非空有其名，我灰心，希望你唔通使我失望。顾行，要小天。灵魂才是你最大的境界。大仔，你看，你看，那边有一个土公啊，我一副观察向天机鹅走来了。你看伊像啥？够像土公啊！叶小黑啊，较水呢，这个人穿官纱来啊，可能是要来上山。快跪起！南回姑娘，南回姑娘，真快跪起！患难真情，被南回惊死之刻，临时都会只会转魂，杀掉真快跪起吗？这段旧敌不清的三角恩情，将要如何了结呢？天桥边山路又来。叶小天惊鸿一瞬，英雄会英雄，结果如何？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本地《天龙外传》第六集《英雄队》。